第4227集。你敢？叶晨目光顿怒，立即抓住冷慕晴的手臂要将她拉回来。冷慕晴的手臂上也被几条荆棘缠住，叶晨碰到了荆棘，手掌都被倒刺扎破。他的肉身何等强悍，但这荆棘居然轻松扎破了他的手掌，可想而知有多么厉害了。叶晨奋力拉扯，想将冷慕晴拉回来，但长墨君那边也在极力的拉扯。冷慕晴被两人拉扯，只觉身体都要开裂了，疼痛难忍，差点要哭出来。天魔狼烟刃，杀！遮天魔帝眼眸一寒，趁着两人拉扯之间突然偷袭，一记狼烟魔刀斩向长墨君的脖子。凭你也想偷袭我？长墨君冷笑一声，却是非常机警，左手一翻，催动嗜血冥宫，一缕血芒闪动，挡住了遮天魔帝的袭杀。遮天魔帝脸色一沉，连偷袭都无法解决，这长墨君的强大出乎他的意料，难道今天的局面是必死之局吗？就在这危急时刻，遮天魔帝忽然发现叶晨身上暴涌出一股强大的力量，那是空间法则的力量。这股空间法则异常的强悍，化作一把长刀，啪嗒一声斩断了冷慕晴身上的荆棘藤蔓。冷慕晴发出了一声惊吓的呼叫，终于摆脱了束缚，软软的身躯在惯性之下插入叶晨怀中。叶晨顺手搂住他的腰身，却是一呆，因为这个时候叶晨发现华夏那块轮回玄碑，也就是掌控空间的虚碑，碑灵灵儿已经苏醒了。那虚碑爆发出强悍的力量，帮助叶晨对抗长墨君。这是什么？长墨君一惊，只觉叶晨身上突然有了异变，不过虚碑的形体没有浮现出来，他也不知底细。灵儿，你醒了？叶晨一阵惊喜，心中与虚碑交流。那华夏轮回玄碑的碑灵灵儿已经苏醒，伸了伸懒腰道：啊，叶晨，我是醒了，但还没真正恢复，这里很危险，我带你们离开。灵儿看了看四周，只看一眼就感到那长墨君的可怕，足足百家境五层天的修为，吹一口气都可以碾灭星月了，而且还执掌荆棘血剑，着实是不好对付。当下灵儿迸发出阵阵空间之力，周围一条条荆棘藤蔓顿时断裂，整个荆棘结界都被撕开，无数空间裂缝浮现出来。轮回玄碑中虚碑的能力正是与空间法则有关，这一下灵儿催动虚碑，让得周围的空间都是宣告粉碎。什么？居然能破开我的结界？长墨君见状顿时大吃一惊，而遮天魔帝冷慕晴等人也是大惊，他们还以为叶晨已经无力再战，哪想到居然还有底牌。我们走！叶晨暴喝一声，立即撕裂虚空，带着冷慕晴、遮天魔帝、柳七明、夏玄胜等人直接离开。该死！长墨君想要拦截，但虚碑的力量却不是他能够阻挡。在虚碑强大的空间之力下，叶晨等人都被传送走了。在一阵天旋地转之后，周围空间气流平息下来，叶晨睁开眼睛，却发现自己来到了地底，周围似乎是一座地宫，有许许多多的锁链，那些锁链刚刚被崩断，痕迹犹新。在地面上还到处散落有断裂枯萎的荆棘。这里是长墨君的封印之地。叶晨愣了愣，环视四周，顿时捕捉到了一缕天机，确认无误，正是长墨君的封印之地。不是你带我们来的吗？冷慕晴还依靠在叶晨的怀里说道。叶晨这才发现自己还抱着冷慕晴的细腰，连忙松手，暗中向灵儿询问道：灵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还以为灵儿能将他带到外界去，哪想到居然传送到了灭神遗荒地宫。
灵儿颇有点委屈道：“我气息尚未彻底恢复，这篇遗迹法则太牢固了，我也传送不了多远，只能先来到地底喽。叶晨，你休息一下吧，你状态好像不太好，等你调整过来，那个什么查木君肯定不是你的敌手。”对于叶晨的实力，灵儿可谓是相当的有信心。叶晨心中一动，这里是地宫，长墨君曾经被封印在此，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。长墨君肯定不会想到叶晨是传送到了这里。叶晨看了看遮天魔帝与夏玄圣道：“我们在此休息，等我状态恢复了，或许能抗衡长墨君。”遮天魔帝点点头，他知道叶晨的厉害，如果叶晨顺利恢复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夏玄圣也是点点头，他也需要休息。等他恢复了，他施展无想的一刀，与叶晨配合，或许可以对抗长墨君。当下众人便分散休息，各自疗养。叶晨盘膝而坐，默默运转灵气，调理精神与躯体。那止水的一剑，剑道反噬虽大，但叶晨体质极其强悍，只要给他一点时间，他有信心恢复圆满。正调息间，叶晨忽然感觉到有一阵女子的幽香传入鼻端。他睁眼一看，却见冷慕晴悄悄地爬过来，靠近到他身边，鼻子几乎碰到了他的鼻子，嘴唇也几乎碰到了他的嘴唇。就算叶晨戴着面具，都有种极为温热的感觉。冷慕晴脸颊微红，呼吸急促道：“喂，你元气损耗不轻，需要我帮忙吗？”叶晨道：“ 你想做什么？”冷慕晴背齿咬了咬红唇，压低声音道：“一故意戏弄我，明知故问。”叶晨瞧见他那羞红的脸蛋儿，顿时恍然大悟，原来冷慕晴居然想主动现身滋养叶晨。你，叶晨顿时语塞，倒没想到冷慕晴这么的主动。要知道，当初他在地狱试炼里可是杀人不眨眼的存在，剑法无比的冷峻，但现在对待叶晨却居然这么主动，简直是倒贴了。叶晨心想，这大概是轮回血脉的影响。轮回血脉拥有极大的魅力，任何女人只要与叶晨相处久了，都会被吸引。只是叶晨没有想到冷慕晴居然这么短的时间就有倒贴的想法，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，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冷慕晴看到叶晨犹豫，脸色更是羞红，咬咬牙道：“你不想就算了。”说着气愤地转身离开。而一离开叶晨后，他冷静下来一阵愕然，心想：我怎么会如此轻贱自己呢？想到最终还是没能与叶晨在一起，心里又是一阵后悔烦躁。叶晨却是哑然失笑，也不管冷慕晴，自顾自地修炼调息。他体质极好，就算没有女人顶炉的滋补，光靠自身调养也足以恢复。如此过得一天，叶晨的伤势终于彻底痊愈。五五法则带给他的反噬也完全瓦解了，他的状态恢复到了巅峰。墓主大人，你恢复调养的速度未免太变态了点儿。轮回墓地之中，九幽邪君不禁赞叹起来，而经过一天的调养，他气息也恢复了，现在可以帮到叶晨。叶晨心中欣喜道：前辈，你我联手应该可以诛杀那长墨君了吧？九幽邪君沉声道：怎么可能，事情没那么容易，我除非是耗尽自己的神魂力量，否则不可能杀死那长墨君，最多击败。他已经练成了荆棘血剑，而且用嗜血冥宫催动，哪怕如今是最弱的状态，也是异常的强悍，哪里有这么容易对付。嗜血冥宫是天武仙门里的禁法，鲜血嗜杀，用这门功法去催动荆棘血剑，荆棘血剑的杀伤力能爆发到极致，威力之强甚至胜过叶晨的小重楼掌。
已经不能单纯用伪神术来形容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这地宫终究是长墨君的地盘，风水地脉对他有利，如果在此地作战，我们必败无疑。九幽邪君提醒道。叶晨心中一凛，的确，长墨君被封印在此不知多少万年，气息早与地脉相融，这地宫等同他的道场，天时地利占尽优势。如果在外面战斗，叶晨与九幽邪君联合，至少有六成机会可以战胜长墨君，就算杀不死也足以击败，只是要付出点代价。但在地宫开战，那局面要被逆转，赢面不到三成。这就是天时地利、地脉气运、风水天机等等的影响，这个层面的作战，这些因素都要考虑，不能单看表面的实力，实则差距极大。诸位，我们该走了。叶晨站起身来，环视全场一眼道。遮天魔帝沉声道，要去哪里？叶晨想了想，也不确定该去哪儿，只能道，先离开这里再说。遮天魔帝摇了摇头道，只怕不行啊。叶晨愕然道，为什么？遮天魔帝道，外面铺天盖地全部都是荆棘杀伐，长墨君封锁了整个灭神遗荒，出去就是送死。叶晨笑道，无妨，我可以破解。在外面作战的话，叶晨状态巅峰，再借用九幽邪君的力量，他有信心破掉长墨君的荆棘封锁。你有办法，不要轻举妄动，还是等旧日盟强者来援为好。遮天魔帝看着叶晨自信的模样，顿时愣了愣。他虽知叶晨强悍，但也没想到竟强悍到这个地步。要知道，长墨君可是百家境五层天的超级高手，难道叶晨真的有办法对付？叶晨看了看遮天魔帝，又看了看夏玄胜等人，心想，就算九幽邪君不够，再加上遮天魔帝与夏玄胜，无论如何都够了。